为了抢攻耶诞节的商机 ，F 美食旗下的连锁咖啡首度携手了米其林三星主厨，他们端出主题蛋糕。法人看好大陆市场的营收占总营收高达72%的 F 美食，渴望透过差异化的商品推升圣诞节档期的整体销售，成为12月份业绩成长的新利器。感谢收看，再会。